你说的可都是实话？你就这么想，我对你用心了。我说的句句属实，不怕公子用心。证据证明我是故事派的人，给我解开，我证明给你看。我已身受重伤，且公子如果连这样的我都怕，那你不配江湖上的威名。证明中，我想把夜色。